今天有幸请来了一位女嘉宾，给咱们拆两个奥特曼发光扭蛋。来，咱们直接拆，一共有两枚，先拆第一个。这第一个看样子好像是迪迦奥特曼，红色的一个形态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形态吗？听说它这个形态啊，特别特别的强壮，但是呢，行动速度特别慢。好，拼装完成，看一下细节做工，感觉这个背部的开缝也太大了吧，兄弟们。对，没有错，他就是赛罗的爸爸赛文。那么咱们接着拼第二个，据说他是平成三杰里边实力最强的一个，比迪迦奥特曼还要厉害。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宇宙干溜子。来，咱们直接开始拼装，先把后院给他打开，来直接开拼。好，两个手臂两个四肢都拼装完成了，咱们再装上他的脚，可以了，波动开关 OK， 咱们用了最快的速度给他完成了。现在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发光效果到底如何吧。熄灯，感觉这个做工还不错，要比那个赛文要好一些。来，两个做一个对比，这两个奥特曼你们都喜欢吗？